找什么呢？作品集。找那儿干什么呀？来，快把药喝了。弄，给你。你要去找工作？我的盛会是时候该重启了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呢？再好好休息休息。妈，你不懂，就得忙起来，就会好起来的。先别谈工作上的事啊，来，把药吃了。我支持你。来，把药喝了。那我喝一口啊。苦死了！你这孩子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？一吃药就喊苦。不是，那我小时候每次吃药你都给我个糖呢，现在都不给我了。真是个小孩子。行行行，下次我给你准备。你说的。下次得给我啊。快。厉害。干嘛？你个畜生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伯母，我跟雅望可是你情我愿的。小雅，我能给伯母上炷香吗？
我好想你。帅旺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帅旺的母亲去世了。知道了。患者叫舒雅旺，对吗？啊，是我。你现在的情绪不宜波动过大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了？谁是孩子的爸爸？能否被更改？